你怎么了？比赛没有输，你干嘛哭？不是啊，我只是觉得很感动哎，能看到最强的三个咖啡师在这里同台比赛，这个画面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了。嗯，他们的身份不只是咖啡师，他们三个男人都曾经爱过雨柔姐，觉得这场比赛已经不是一般的咖啡比赛了。对耶。 这简直就是老天帮他们安排的一场比赛。雨柔姐能够爱谁，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。不过，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，证明谁才是最强的男人。妹妹啊，你觉得谁是最强的？如果丽友输的话，三表哥就是冠军了。那当然，最强的男人就是三表哥了。 为什么今天的咖啡会有霉味？怎么可能？咖啡豆出发前我都有检查过。现在，请评审团开始试喝每一队的咖啡。 咖啡怎么了吗？这一杯咖啡跟他们过去的风味差太多了。这个味道是臭的，还有一股霉味啊！不可能啊！刚刚用的咖啡豆给我，这个豆子是发霉的。 这不可能啊！出发前都有检查过了，不可能啊！发霉的豆子数量很少，不仔细检查是闻不出来的。但是，为什么会有发霉的豆子混在我们的豆子里？ 你是上台，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加油喜事，相信爱情。